第一项规定，应拨给政党补助金款项内，尽予扣除抵充，或由本会或管理机关依法移送强制执行。依本条例，应交付管理机关之财产，处分相对人未于处分书锁定期限履行者，由管理机关依法强制执行。委员叶宜津等24人提案。第51条、第48条锁定处分书送达生效后，应办理不动产登记者，由本会会同管理机关嘱托登记机关登记为国有或地方自治团体所有，得免提出原所有权状或他项权利证明书。前项规定于有价证券、船舶、航空器需办理登记者准用之。前条及前二项财产之执行及移转，免缴纳执行费、税捐及规费。委员陈廷飞等21人提案。第51条、第48条锁定处分书送达生效后，应办理不动产登记者，由本会会同管理机关嘱托登记机关登记为国有或地方自治团体所有，得免提出原所有权状或他项权利证明书。前项规定于有价证券、船舶、航空器需办理登记者准用之。前条及前二项财产之执行及移转，免缴纳执行费、税捐及规费。委员叶宜津等24人提案。第52条、第42条至第52条施行期间，自生效日起5年，必要时得由行政院公告延长之。本会委员任其同前项施行期间，施行期间届满后，本会业务有继续执行之必要时，得由本会呈报行政院指定业务承受机关。委员陈廷飞等21人提案。第52条、第42条至第52条施行期间，自生效日起5年，必要时得由行政院公告延长之。本会委员任其同前项施行期间，施行期间届满后，本会业务有继续执行之必要时，得由本会呈报行政院指定业务承受机关。行政院提案。第45条，本法施行前政党经营或投资之盈利事业，应于本法施行后2年内将其股份出资转让，借其无法转让或转让条件显不合理者，应于6个月内信托与信托业。政党无正当理由未依前项规定处理者，依第24条规定处罚之。国民党团提案。第44条，本法施行前政党投资或经营之盈利事业，应于本法施行后2年内将其股份出资额转让或信托，未依前项规定处理者，依第39条规定处罚之。亲民党党团提案。第40条，本法施行前政党直接、间接或利用他人名义经营、投资经营以盈利为目的之事业、股份或投资不动产者，应于本法公布日起2年内转让其股份所有权或经营权，予其依本法第37条处罚之。委员叶宜津等24人提案。第53条，本法施行前政党投资或经营之盈利事业，应于本法施行后2年内将其股份出资额转让或信托，非专供办公使用之不动产应予转让，未依前项规定处理者，分别依第37条及第38条规定处罚之。第一项之转让或信托，本法有禁止或限制之规定者，从其规定。委员黄伟哲等18人提案。第42条，本法施行前政党投资或经营之盈利事业，应于本法施行后2年内将其股份由出资额转让或信托，非专供办公使用之不动产应予转让，未依前项规定处理者，分别依第37条及第38条规定处罚之。第一项之转让或信托，其他法律有禁止或限制之规定者，从其规定。委员陈廷飞等21人提案。第53条，本法施行前政党投资或经营之盈利事业，应于本法施行后2年内将其股份出资额转让或信托，非专供办公使用之不动产应予转让，未依前项规定处理者，分别依第37条及第38条规定处罚之。第一项之转让或信托，本法有禁止或限制之规定者，从其规定。委员高志鹏等22人提案。第45条，本法施行前政党经营或投资之盈利事业，应于本法施行后2年内将其股份出资转让，借其无法转让或转让条件显不合理者，应于6个月内信托与信托业。政党无正当理由未依前项规定处理者，依第34条规定处罚之。行政院提案。第46条，本法锁定书表及政党标章电子档格式，由主管机关定之。
国民党团提案第47条，本法锁定书表及政党标章电子档案格式，由主管机关定之。委员高志鹏等22人提案第46条，本法锁定书表及政党标章电子档格式，由主管机关定之。行政院提案第47条，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43条第6项及人民团体法有关政党之规定，自本法施行日起不再适用。国民党团提案第48条，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43条第5项及人民团体法有关政党之规定，自本法施行日起不再适用。亲民党党团提案第41条，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43条第5项及人民团体法及其他法律有关政党之规定，自本法施行后2年内依据本法修订之，逾期失效。委员叶宜津等24人提案第54条，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43条第5项及人民团体法有关政党之规定，自本法施行日起不再适用。委员黄伟哲等18人提案第43条，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43条第6项及人民团体法有关政党之规定，自本法施行日起不再适用。委员陈廷飞等21人提案第54条，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43条第5项及人民团体法有关政党之规定，自本法施行日起不再适用。委员高志鹏等22人提案第47条，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43条第6项及人民团体法有关政党之规定，自本法施行日起不再适用。亲民党党团提案第42条，本法通过前成立之政党，其违反政党本质或其他民主法治原则所取得之财产，或其附随组织取得之财产等处理办法，授权由司法院会同行政院自本法施行后2年内依本法另定之。前项附随组织系指独立存在而由特定政党控制其人事、财务或业务经营之法人、团体或机构。委员高志鹏等22人提案第48条，中华民国76年7月15日前成立之政党及其附随组织取得之党产来源，如有争议，其处理另依法律定之。第48条，行政院提案第48条，本法自公布日施行。国民党团提案第49条，本法自公布日施行。亲民党团提案第45条，本法自公布日施行。委员叶宜津等24人提案第55条，本法自公布日施行。委员黄伟哲等18人提案第44条，本法自公布日施行。委员陈廷飞等21人提案第55条，本法自公布日施行。委员高志鹏等22人提案第49条，本法自公布日施行。委员陈廷飞等4人提出修正动议，第22条文字修正为：主管机关对于最近一次全国不分区及侨居国外国民立法委员选举得票率达3.5%以上之政党，得编列年度预算补助之。委员陈怡杰等3人对第20条提出修正动议，文字为：主管机关应编列年度预算补助政党，前项补助以最近一次全国不分区立法委员选举得票率达3%以上者为限，其补助金准标准依该次立法委员选举各该政党得票数计算之，每政党每届至多补助500万票为限，每年每票补助新台币50元，至该届立法委员任期届满为止。前项补助由主管机关依照会计年度核算补助金额，通知政党于2个月内撤具向主管机关领取。政党未于规定期限内领取补助者，主管机关应催告其于3个月内拒领，借其未领取者视为放弃。政党依第2项规定领取之补助，应用于竞选费用、人事费用、办公费用、业务费用、政策研究费用及人才培育费用等项目。政党不得直接、间接或利用他人名义经营、投资任何盈利事业及大众传播、公共通讯事业及持有其股份。政党亦不得购置不动产，但供办公使用之处所不在此限。专供政党办公使用之不动产，其购入日起算10年内不得有出售或出租之行为。除依法运用财产外，政党不得有分配财产之行为。委员尤美女等4人提出临时提案，第21条，主管机关对于最近一次全国不分区及侨居国外国民立法委员选举得票率达3.5%以上之政党，得编列年度预算补助之。
前项补助依最近一次全国不分区及侨居国外国民立法委员选举各该政党得票数计算之，每年每票补助新台币50元，并按会计年度由主管机关核算补助金额，通知政党于2个月内撤去向主管机关领取，至该届立法委员任期届满为止。政党未于规定期限内领取补助者，主管机关应催告其于3个月内拒领，借其未领取者视为放弃。政党依第二项领取之补助，应提拨5%，用于培育女性、农渔民、劳工、身心障碍、原住民、新移民等多元参政人才，其中又用于培育女性之费用，不得低于总额之1/2。宣读完毕。因为各位委员，台风刚刚才离开，那本期还有本院还有很多委员在选区里面协助救灾，还有很多委员说下午要赶回去就勘察救灾了，所以未能到我们委员会里面充分的讨论法案，所以政党法草案，我们定期再安排那个会议继续审查。让我们所有委员都能畅所欲言。今天的会议到此为止，散会。好，有劲无？好，恁大家拢挂了，我甲恁讲到宣读条文那边来，恁安尼，你惊我甲恁变了？好，保定啊，开始，开始，大家保重，恁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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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这个要再印的时候，我们就把修正动议都放进去。可是我觉得这样也不让人家领取。不是你这个还要再印啊？哪里啊？已经快要用完了。他说要帮你，要跟你照。他说你今天穿的这么漂亮，我是要拿新的。有人会那么乖，就跟你拿。你要搞我去，你过来这边去吧。来来，你想。好了，要去上麦啦。哇，委员今天穿特别漂亮。对啊，特别漂亮。观众邀请。来，不要不要去上，好来。